上门，按家上货。海鲜人掌，你那灯亮，我这灯不行。这又是一只猫了，我捡蛋捡上来蛋了，水有点深。这水放的都看不见，拿上来就能看见。二哥这速度，蚬子，啊，海兔，抓着没？没有，跑了就得了。这还有两个，还有俩。哎呦，有，你看没？在这儿，这儿有个这儿。嗯，行，你抓。眼神好，厉害！我就叫我那个大多宝跑了，跑了就跑了。蚬子，你来了？哎，这是个啥？猫耳朵？螃蟹。看见，看那小螃蟹。一句我来了就说猫耳朵。你带来了好运，你看这边这人也过来了。到手。下缸鱼。我这灯不给力啊。这啥东西？海兔儿啊。小英，这咬人。海兔咬人呢。咬人呢。这是海兔。咋到？慢点，这咬人你就慢点。它吸的那个。这玩意儿炒的特别好吃。下去。还有一个。哎呀。来。速度太快，节奏太快了呀。这上货的这个速度。哎呀，我天。哎呀。跑了，花盖跑了，赤眼红抓住了。哎，这石头，这是跑了，看不见了，问题是。快走，来。这家子我怎么感觉好像你看好偏呀？我说，那还是今天买的新的，质量不好。我这黑马龙拿灯都没带。这个就得了，这个你来吧，来这个，来，疯了，这个，我的了个天哪，哎不，啊，大钳子，哎呀，软壳的，放了你，赶紧躲起来，别被人抓了啊。这小孩跑了，小这个确实有点放，小不要的，来哥们，夹住吧，来，赶紧，来哥们，行，夹你手啊，我是害怕他蹦出来的，胸膛的这个样子，来，有意思，在哪儿呢？卧沙蟹，哎呀，这个高，棒，来，擒住它，来，哎呀，这别蹦大了，这有个花的，来，花的来了，你都想跑吗？半桶了。抱个桶很轻松，看这个货，你还搞舞动夹子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明天必须得换大桶，要么另两个桶。另俩桶，小的放过，都放过。啊，赤眼红，来，话不多说，先上货，走。这边都退出来了，这个。
哎呀，上过来，来来来，别把我手夹了，我先把桶给你放了。知道你放了衣服干嘛？哎呀，今天失误了，哥，等会儿上网子。哎，哇，一个，啥东西？站那别动啊！不动不动。那儿个鱼，我看见了。鱼跑了，鱼往那跑。哦，这是个软壳的。放放放放。鱼呢？没见了。哪儿有？没见啊！我刚看这儿有一个。哎，我夹住了。但是有点软壳，放。我都夹两个了，老大。哎，你厉害，小心桶。走，我在这边这寻找寻找，搜索搜索。卧沙蟹最容易那个啥，自作聪明。来吧来吧，哟，这凶残，进去！不行，我就上网，这就，我要马上上网了。就不进来吧。哎呀！等一下，硬壳硬壳硬壳，小心手。那你是硬壳，能看得出来。放这儿，小心把我手夹了。这是个单腿儿，我说。单腿儿，咱现在热点。摸一下，软壳就放。我是用手摸，哎，确实软壳的，就放了吧。走。二哥抓了，给我放这儿。最尴尬的事情，你看这桶满了，放开我的夹子，哇，太尴尬了，螃蟹夹